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阿 N 与阿 M 的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凤凰女的戏剧人生。咁今集呢就同大家倾倾到底阿凤凰女有啲咩粤剧嘅演出呢。咁样咁凤凰女嘅粤剧演出呢就有月上柳梢头，1948年5月嘅非凡响剧团。咁同剧演出嘅呢就有何非凡、楚就云、丁公醒等等。跟住是天降火麒麟，1953年10月鸿运剧团。同剧演出的有陈锦棠、陈燕龙和白玉堂等等。跟住是锦城脂粉贼，是1954年11月的。咁剧团就是锦城春剧团。咁同凤凰女一起演出的就有陈锦棠、陈燕龙、梁醒波等等。跟住就是红寡妇，1955年5月就是同庆剧团的。同凤凰女一起演出的有王千岁、邓碧云、梁醒波。跟住就是倾国名花，1955年6月的，就是艳阳红剧团。一起演出的有新马师曾、陈燕龙、梁醒波等等。英雄掌上野兔尾，1956年先凤鸣剧团的。同台演出的有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梁醒波等等。双珠凤，1957年1月的丽星剧团。同台演出的有麦炳荣、吴君丽、欧阳剑等等。双仙拜月亭，1958年1月丽星剧团。同凤凰女一起演出的有何非凡、吴君丽、梁醒波等等。香囊记，1958年6月丽星剧团。一起演出的有何非凡、吴君丽、麦炳荣等等。乱世嫦娥，1959年9月新艳阳剧团。同凤凰女一起演出的有陈锦棠、方艳芬、欧阳剑等等。凤求凰剧团，街坊福利会，油麻地街坊福利会的筹款剧来的。就在1969年11月就在广东道的临时球场。一起演出的有麦炳荣、谭兰卿、王千岁、靓次伯等等。在这个筹款演出里面，11月26号就是冯国恩仇未了情，11月27号就是为剑逐情诗，11月28号就是刁蛮元帅莽将军，11月29号就是凤凰群下龙虎斗，跟住11月30号就是这个荣归衣锦凤求凰。跟住在1970年5月就是这个新马剧团
就帮呢个中区持牌小贩联谊会筹款。咁同凤凰女一齐演出嘅啦，就有新马师曾、靓翅白、梁醒波、李香琴等等。跟住就系宝贺天后宝诞神恭喜，就系1972年嘅5月，就喺呢个屯门嘅青山一齐演出嘅有邓碧云、梁醒波、游星普、任冰儿等等。跟住喺1973年嘅6月，就大龙凤剧团就演呢个杀妻还妻，咁就同凤凰女一齐做嘅就有麦炳荣、梁醒波、蔡其伦、刘月峰等等。之后去到1974年嘅12月，咁就帮呢一个宝良局粤剧二演大会，就喺香港大会堂嗰度举行嘅。咁同凤凰女一齐演出嘅有麦炳荣、梁醒波、靓翅伯、刘月峰等等。咁演出嘅剧目啦，就系、是《剑底还精》，就系12月12日公演嘅。跟住有凤求凰剧团就帮呢一个北国街坊福利会筹款，就在这个陈树渠的大会堂跟凤凰女一起演出的有麦炳荣、任冰儿、新海泉、刘月峰等等。那就分别演出了金凤银龙起迎新岁，咁就係1975年嘅2月16日，跟住2月17日嘅就有剑底还精，2月18日嘅就有荣归衣锦凤求凰，2月19日刁蛮元帅莽将军，同埋2月20日凤国恩仇未了情。跟住凤求凰剧团又帮呢一个长沙环街坊福利会筹款演戏，系1976年嘅2月，一齐演出嘅就有麦炳荣、任冰儿、新海泉、刘月峰等等。另外就凤求凰剧团啦，就又帮呢个宝良局百周年筹款大会演出第4晚，咁就同麦炳荣、梁醒波、靓翅伯、刘月峰一齐演出。咁日期咧就系1977年嘅11月12日，剧目咧就系凤国恩仇未了情。好，讲到呢度又暂时唞唞先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呢条片俾其他喜欢凤凰女嘅朋友。另外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M 频道。好，拜拜。